大安国小，大安小，大安分，大安国小五里头。好，简洁有力。今天到底谁能够拿下我们今天的冠军，拿走奖金呢？第一个回合我们走着瞧。默契不一样，游戏规则说明。每队派两名队员出来竞赛，在节奏中做出指定动作，动作与关主相同则算失误。累积两次失误后淘汰，最后存留之队伍获胜。 第一个关卡，默契不一样，啾咪啾咪，你坐不舒服，我不是对你坐，对不对？那你坐。第一个关卡默契不一样，啾咪啾咪。对不起，我最不舒服。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啾咪。好，上面的啾咪。第二个在我们的左边，左边的啾咪。第三个在右边，啾咪。 右边，还有一个是前后啾咪，哎呦，现在最流行的。OK，只要跟心灵姐姐一样的动作的人呢，就要淘汰了。嗯，好不好？撕掉一个贴纸，每个人有两次机会，准备好了吗？好了。老师，啾咪。 助营，OK，老师音乐 Go。 嘿，我爱你，你爱我，默契一样不一样，啾咪。哎，哦，在右边，右边哦，右边，右边，右边。你们真的是心有灵犀啊！是的，好，恭喜，谢谢你。好的，第二回合，老师，啾咪啾咪。 默契怎么这么好啊？是不是欣赏他很久了？哎，你看脚腕有郭富城的感觉。有吗？也有，你转过去。我一直以为是长得像而已。哇！不要闹，不好意思，请自己醒醒，好不好？来来来，先交给我一个，谢谢。然后你也是哈，数学王。啊，数学王啊。对，数学王。你是数学王。不好意思，今天没有数学。好啦，老师音乐 Go。 因为第二个哈，我们就不收了，就可以自己带回去。好，OK， 谢谢。还有这个，哎呀，默契太好了。虽然得不到他的签名照，但是他的公仔你可以带回去。谢谢。好，现在呢，绿队还有两位同学，蓝队只剩一位同学了，好不好？福晋，加油！福晋，加油！福晋，福晋，福晋，加油！干巴爹，啾咪 ，OK。 老师，音乐，谢谢，加油！嘿，我爱你，你爱我，默契一样不一样，啾咪！你才一次机会，所以他要不是在换句话说，哎，就剩绿队，恭喜绿队得分。
句梗上来跟我说。救命救命！第二回合，燕军哥哥上了，老师，音乐请了。右边的爱心，挑右边的爱心，不好意思，拿一个手，哎，这边左边没事，哦，上面没事，也是右边啊、哦，跟燕军哥哥太有默契了，男生跟我同心就怪怪的，前面的 OK， 好的，继续加油，老师音乐听没有？连续两次，你都知道燕军哥哥要出什么，对不对？你真的很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两个人，那我们要请你先回去休息喽。谢谢杨强。有一位同学先回去休息了，其他同学请加油。老师音乐，请了。嘿，我爱你。哎呦，聊个天嘛，不要那么快啦。我想你是不是觉得蔡大师他心里想的觉得有点糗？没有关系，直接拿下来就好。而且你拿他的就对了。对对对，这个留着。谢谢。我只能说，救命！好，加油，继续哦，老师音乐请了。燕军哥哥心里想什么了，对不对？不要说出来。高兴吗？我懂，我懂。那我要把这个拿走。好的，继续了。还有，两位。冠奇，你也跟他猜的一样。哇，你好老实哦。其实他懂我在想什么，就是他是懂他在想什么。哦。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明明不同队哇。老师，音乐，请了。来这里玩游戏好不好玩？好玩，谢谢。还有一位同学，对不对？跟齐，对不对？好喽，那我跟他 say 拜拜喽，谢谢。现场还有两位绿队的同学，有一位蓝队的同学，可是有一位同学身上还有两张牌子，来访问一下下。好，陈毅，你是围棋三段哦。对。可是你做动作非常的俏皮，你可以先做一次给我们看。一二三，来，我爱你，你爱我，默契一样。哎呦，谢谢你啦！铁汉逻辑，也请了呀。嘿，嘿，我爱你，你爱我，默契一样不一样？救命！哎呀，你要走了，那就我是你跟两个男生呢。嘿，谢谢。所以三个男孩精彩了，给了。好的，谢谢佩轩。三个男孩要来救命一下喽。志宇，你要还有只剩一张牌，是陈毅还有两张牌，好的，音乐请了。嘿，我爱你，你爱我，默契一样不一样？注意啊！这一回合送的绿队获胜，哇，两次都是绿队，非常非常好，对，太好玩了，好不好？马上进下一个关卡出。偶像健康操游戏规则说明：每一关卡中，关主依照音乐节奏，个别表演出题目中的字，再由三队参赛者合作，将答案写在白板上，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欢迎大家！健康操，好，下来啦！这是我们的云溪，我们的繁柔。对。OK， 云溪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你是第一次来吗？来来来，好好聊一下，聊一下。你现在几岁？七岁。你是混血儿吗？混血吗？对。哦。你爸爸是哪里人？美国人。美国人。那妈妈是台湾吗？哦。好，那樊柔今天听说也有那个表演。你要表演什么？街舞。哦，街舞哦，好厉害哦。哦。好，那我们欢迎樊柔带来精彩的表演。手起来。给大家猜题目了。第一题谁先？我先。你先。好，来看下题目。快，把握，把握。哇，没有，没有。你帮我，你帮我，你帮我看谁在偷看。好好好，好不好？好，就你。好，好 ，OK。他真的好认真在看哦。好，请问刚刚有人在偷看吗？没有。没有，好，谢谢。好，第一题请就位，健康操老师开始。偶像健康操，双手请叉腰，一杯。第一个字。1234567八，第二个1234567八。观众们生动的演出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广告后为您解答。1234567八，第二个1234567八，两个字3456七，停。好，请翻答案板，1234。红队是写油画。哦，一个是梦游，第二个是在化妆。哦，答案是梦境。哎，怎么说是梦境呢？因为一个在梦游在睡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看镜子。来来来。答案是梦境。梦境，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梦境？不是，他是一个在睡觉，做梦才会梦。对对对，哇，刚才又玩 gay 了，一个一个。好，你讲一讲一讲。就是他在睡觉，然后因为他第二个动作是这样，就可能是在梦中。哦。然后第二个他就是在照镜子。照镜子，那照镜子那个人漂亮吗？算漂亮。算漂亮。答案就是梦境。题换我了，好，好不好？来，老师，音乐，请聊。偶像健康操，双手请叉腰，预备，1234567八，2234567八，3234567，停。1234。红队的答案是西瓜。蓝队答案是西瓜，绿队答案也是西瓜，为什么觉得是西瓜？第一个是在西，第二个是在瓜。哦，你讲的非常好。怎么不会是西湖呢？西，哦对耶，西湖，哇！可是你们刚才也是猜西湖，你刚才是猜西湖，我刚写西湖。哦，真的哦，你接的绿队为什么是西瓜？头上，哈，头上，你连解释一下都不肯吗？哇，你来，他第一个就是拿着一杯饮料在吸，是是是。然后他第二个就是拿着刮胡刀在那边刮。哦、oh, ，那个成语为什么会是西瓜？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因为头上啊。好了，我觉得不要跟他们多聊了。我们也想要给你多一点镜头，你讲久一点。因为头上。他们讲的就是对的，所以不必再。很好。好聪明啊！我们来看看第三题正确答案。西湖。接下来比较难的三个字，看题目。好紧张！你们自己看，我来看他们有没有偷看。可以了。好 ，OK， 老师音乐 Go。偶像健康操，双手请叉腰，预备。第一个字，1234567。
六七八。第二个字。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字。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个字。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一。不知道。二。三。提猪扛，我头好痛。第二个字都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云溪是提呢？猪是心灵姐姐啊，不不，心灵姐姐比的是猪。哦，然后扛是扛东西很重的感觉。哎，对，我忘了问，提猪扛是什么、啊？不好说，不知道。鸡猪班，这是一道菜，是一个地名。OK， 第一个是鸡啊，我也是不是？因为它有应该是鸡，因为它有翅膀。哦，鸡翅，可是它好像有做一个动作。鸡猪班，好，好，但鸡猪班，班是扛嘛，猪也是答对，没有问题。好，哦，这个我好想听你们解释哦。炖猪。腿，对，我也不想吃猪脚啦。这是这是一个上海菜还是广东菜？你好聪明。哎，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蹲”跟“蹲”好像很像。哦，他那个男的是蹲下来，蹲下来。OK。然后猪一样，猪一样就从上。然后腿是腿是因为我觉得他摸的那个。腿一整只哦，答案是炖猪腿，还是鸡猪斑，还是蹄猪？你们有创意啊！搞不好是鸡猪斑。答案就是。大声说是什么？大。对，刚才其实母鸡对不对？云那个云溪刚比得很好了，因为它是鸡嘛，鸡生一颗蛋。蛋对不对？然后呢，他基本上没有演，对。然后反正都写对了，台东西嘛，对不对？其实只要蛋跟猪两个字出来，就差不多答对了。好，恭喜，没有人得答对。好，那这个回合呢，绿队也是两题，蓝队两题，红队一题，好吧？那得分的是我们的绿队跟我们的蓝队各得一分。马上进行下一关卡，走。全民练检游戏规则说明。同队的四位队员以接力的方式寻找正确的英文字母，并排列出指定的英文单字，花费时间较少之队伍获胜。欢迎来到耶！要来学学英文啦！今天两位呢，偶像呢，他们的英文都非常好。Oh,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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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ure? Right? Right? What's your name? Yeah.我们就来看过一句可以跟他聊多久。继续。Yeah, very good. Okay, yeah, give me five. Thank you. And you? Peyton, yes. Come on, yeah. Okay, 来吧。继续。And then? And then? No, it's over. 答案的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好的。老师，请出题。超级总动员，请问一下绿队同学。各位，你们不要太夸张，不需要这么热身，好不好？预备 ，Ready， Go！ 加油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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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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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不错不错不错，62秒32。哎呀，不错的成绩。不错不错啊，下一队 ready。好的，红队，超级总员，请选择，请选一个字。圆。圆。圆是什么题目呢？水手。水手。Sailor。好，英文是。Sailor。Ready。14秒43，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好 ，OK。好了，下一队 ，Ready。蓝队唱茶。好，请选择“超级总”三个字，要选哪一个字呢？总。好，老师，总是什么呢？数字。Number。Number。Number。OK。Ready。究竟全力拼搏的蓝队能否获得最佳成绩，拿下这一回合呢？是跟那个现场录影真的不一样，因为太紧张了。现场录影会紧张，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就看到6个 R 了。成绩公布，1分09秒。最快是我们的绿队，对不对？最快是我们绿队62秒32，恭喜获得1分。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走。陀螺 fighting 游戏规则说明。每队派一名代表出来进行陀螺擂台赛，参赛者听从裁判口令进行陀螺对决，由最后停止转动的陀螺获胜。欢迎来到陀螺 fighting，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单元。对，整个那个这个单元一引进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非常的亢奋。其实连我们都玩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有一股那个陀螺旋风的风潮了，是不是？好，欢迎我们的博渊老师。
天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精美的豪华陀螺组合，好不好？这是所有的小学生都梦寐以求的，当然要跟我们 PK 才拿得到。嗯，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第一组战士就位，战斗准备。3, 2, 1, go！ 比赛开始。好，势均力敌哦。第一回合，势均力敌哦。三个都一起。三个看起来都很厉害哦。哇呀！哇呀！没有。哇！讲到最后的是这里，蓝队获胜。吴静，这是你第一次玩这个陀螺吗？不是，你玩了很多次了。他是我们节目里面第一个戴自己的手套的。哦，是哦。对，自己的手套。对，就好像有些去撞球场会自己戴杆子一样。我知道。职业的了，好不好？行家。OK， 第二棒 ，Ready。第二棒已经就位了，战士就位。战斗准备。3, 2, 1, go。在练武术，今天果然已经搞不好可以横扫千军，好不好？第三棒就位，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3, 2, 1, go。精彩，第四棒预备，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3, 2, 1, go。是蓝队再次，蓝队总共来赢了我们的三个回合，是的，对不对？然后呢，红队一个回合，恭喜蓝队再度获得一分。接下来呢，要来 PK 了，是的，蓝队要来跟我们主持群 PK， 赢的同学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那个豪华陀螺组 ，Yes， 好不好？来，蓝队请派一个你们最厉害的人出来，谁？是啦，是啦，好，加油了！等一下，不过你要先得到三分。我们的分数呢是这样：如果呢把对方肢解了，直接得两分；如果把对方呢，如果就是 KO 到场外的话，一分；如果你先对手先停下来的话，你也得一分。OK， 不能 K 吧？战士就位，战斗准备。3, 2, 1, go！ 哦，第一回合的战斗马上成功，心理姐姐一直在攻击。哎呦，我觉得很好玩呢。哦，三场下来就势均力敌哦。打打，完了都在晃了。哦，我的东西里有很多红色的。哦，有一场获胜 ，OK， 得一分。没关系，厉害。还有第二回合。OK， 把它爆裂。对，把它打飞到地上。OK， 非常紧张。我没有那么厉害。战士就位。战斗准备。3, 2, 1, go！各自就位，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行了，心里要停了。千变万化，看你要停了。结果呢，他的一个角度一撞到你，反而他先停了，非常刺激。好，我们的星星姐姐已经先得两分了。OK， 战士就位，战斗准备。Three, two, one, go! Shoot！ 啦啦啦啦！到底是谁？真是加油加油！成平手，非常厉害 ！OK， 加油，加油！最后一次一定可以定出胜负了，好不好？最后一回合了，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Three, two, one, go！这个比赛真的要沉着，真的要沉着。虽然它是一个节奏很快，可是要沉着。好了，接下来最后一个单元 ，Go！ 新手相连游戏规则说明：四位队员排成一横排，手牵手相连，将呼啦圈以投入脚出的方式，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来回各一次，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比赛，对不对？现在的绿队呢，虽然得了四分，但是呢，我们红队的跟蓝队的分数在后面紧接着在追，是，好吧？红队有没有信心？有。心手相连，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发挥团队的精神，争取最快的成绩。OK， 心手相连，红队请倒数。Three, two.One, ready, go！ 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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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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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很快，成绩公布。21秒86，耶！恭喜你们，非常非常快的成绩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活泼的绿队。好的，接下来我们绿队已经准备好了，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活泼的绿队，虽然现在分数领先，但是呢也不可以有疏忽的，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获得好成绩，请倒数。目前占据领先的绿队能否保持最佳状况，获得最终胜利呢？也是不错的，22秒91，好强啊！你们都速度超快的。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的蓝队有没有办法追过去，好不好？非常精彩哦。OK， 蓝队 Go！ 上一个回合得分的呢是我们蓝队，所以蓝队可以选择机会跟命运，好不好？机会命运卡，请选择命运。命运。好，老师，命运是什么？超级偶像爱的飞吻。有没有感觉现在满满的能量，想要出发的感觉？有没有？好，有啊。OK， 好好，那就放心了。好，来来来，任务完成。好的，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到
底今天冠军会给绿队还是蓝队呢？请倒数。成绩如果比绿队快的话，今天冠军可能就要来 PK 了。对，成绩公布，28秒91，哇，差一点！恭喜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我们的绿队的大安国翔。我是 Kiwi 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按下订阅键。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也记得看这里。